大家好，我是美年美业九龙豪宅豪田分行的 Suki， 今天为大家介绍君士柏大人屋苑君怡坊。好啦，我们现在来到君怡坊超大平台，你看看这个平台花园几大。君怡坊有2004年入伙，发展商有5个，当中包括顺和同星四界，物业总数有8座，单位总共有700个。今日为大家介绍的选盘是君怡坊1座低层 B 单位，实用面积1074尺，属于3房1套加工人套房的间隔。客饭厅向东南，景观一啲都唔受低层影响，一样开扬光猛，空气流通，仲有一个无敌回感烟花景添。除咗客饭厅向东南之外，连3间睡房都系向正东南。仲有呢个单位嘅特别之处系设有双露台设计，系君怡坊中属于罕有单位。虽然冇乜装修，但业主保持现迹尴尬。我哋睇下第一间睡房啦，楼底都几高下噶。再嚟就系客厕啦。呢一间系第二间睡房，同第一间都系同一个坐向。我介绍埋个主人房啦，主人房都好宽敞噶，除咗摆咗一个大衣柜之外，加多个 king size 嘅大床都绰绰有余。出嚟就系呢一个单位嘅特别之处，双露台嘅另外一个露台啦，景观同厅嘅景观系一样嘅，都系回港烟花景。最后介绍埋个厨房啦，厨房以 U 型设计，电器炉具都保养得相当唔错，好升正。最后一定要介绍系君怡坊5星级嘅会所，总面积有50000平方尺，而当年官入会耗资1亿精心打造而成，设施包括室外游泳池、按摩池、客室内恒温游泳池。健身室、网球场、及儿童游乐场等等，应有尽有。欢迎咁靓嘅单位，如果你有兴趣，即管搵我，我系 Suki， 电话系9793-5448，我哋可以随时带你去睇，下次再见，拜拜。